Hello，大家好。使用完的那个原始豌豆射手之后，下面再一个新的一个任务，拥有的第一个家族，免费解锁，保存，还可以免费解锁几次诶。我想刷新一下，攻击力加二，太少了。返还阳光率，先保存一下。这个不好。那我还是返还阳光吧。等以后再刷新，增加攻击力。要是冲不出来的话，那可惨了。大概是这关还是哎，返还阳光率是被吃掉了吗？Oh no，应该是被吃掉了才返还的。那被吃掉的概率太低了。今天过完，明天过完之后，明天就要把这个给换掉。哎呦，有恐龙来了！这样子是不是显得有些着急了？诶。两边都可以拥有的阵容，感觉好危险。先动作让你们好好的打。太麻烦了，我的天呐，这么多！太多了吧？那边还有哇，这样子阵容不保啊！这会不会被吃掉啊？